师妹，听师姐的话，师姐的心意，小妹心领了。只是，你不理解，你不会明白的。我就明白，如果你不听师父的话，师父就会。那我只有一死，以谢师门。师妹，师妹，不要跟他多说了，明君，你退下。 是，纪晓芙，我只要你说一句话，你杀不杀杨潇？弟子，对不起师父，你孽童。 留在世上无用。师父，小福师妹敢违抗师命，依徒儿看来。 全是为了那个小杂种，去除掉那个小孽种，省得留下祸根。是，追，好，来。 没用的东西，连个孩子都找不到。师父，我想那孩子可能逃出谷外了。不管是不是可能，这个孽种绝不能活。出谷找。是。 姑姑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把不悔妹妹送去的。
去拿水。喝水吧。谢谢。志斌。我背你吧。嗯，我自己走。走这儿。没什么东西啊，你别吓我了，咱马上到坐忘峰了，赶快上去吧啊。坐忘峰那么大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啊！那边好可怕！你又在吓我了。可是是真的。哎，赶快去找你爹吧！啊！好可口的小娃儿啊！你真是鬼啊！我不是人，你不是鬼，我是吸血蝙蝠。鬼夫，十年不见，你来我坐忘峰干什么？我杨逍啊。手托腮，似笑非笑的你，看着他凄凄哀哀，什么事？